大家好，我是索菲亚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昨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大雪，今天一早起来看到外边的景色真的是很漂亮，我不由得拿起了手机，把这美丽的一刻拍下来分享给大家。这场雪它比较湿，所以都挂在了树上的枝头，每一棵树都裹着雪，非常的漂亮。我听到了小鸟的叫声，但是不见小鸟，小鸟们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也可能回到他们的鸟巢里，度过这寒冷的冬天。今天是工作日，大家都要回去上班，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雪后的阳光是非常灿烂的，在阳光照射下，这景色更加的美丽，树上挂着的雪就像冰雕一样洁白无瑕，闪闪发光。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这是从我家的 skyline 拍摄的，就好像一幅画一样的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就请关注、点赞，并欢迎转发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个视频了。